我
工人，本来计啦，计员工啦吼。我有听着讲，台湾人有三个以下，很少很少，除非包装，吼、哦，起码一定要有嘛，有衣裳，不是讲基本工资，啊，佮加上其他的平常咩，嘛拢有超过三万块，对无？对啦，啊，我说的话。不要讲太多了啦，不要占用大家的时间太多哈。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议题，阿哥那组，你来跟那个罗护士哈，跟专刚来，我一个都光一点带发给他哈。好了啊，现在我就这样讲到这里就好了哈，谢谢各位，谢谢。今天大会主席，我们徐副理事长，我们这个高雄。是的，罗副市长，你是我们原来在工业局的老长官，帮助我们产业界最多的啊，罗副市长。那我们创会的王会长，还有我们这个前郭会长啊，还有我们陆组长。哦，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监事会翁副会翁主席，还有我们林副总会长。在副总会长，还有我们那个其他各位长官啊，还有委员，好。那在座的所有的理监事啊，所有的理事长，所有的工业区的主任啊，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副总会第八届第十一次的理监事联席会议。啊，在高雄主持。那因为我们是分支性的，今天也是轮到从高雄护理站徐护理站来主持这个会。那我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报告几样事情啊。刚才我们那个徐护理事长讲的，我们这个工业区这些 LNG 跟 LPG 的这个事情。LNG 是新之内负责的，它都是用管线到各厂家，但是有很多厂家管线没有到的地方。LPG 呢是我们 CPC 中油供应的，当然 LPG、LNG 啊、哦、这个价格，他们的中油给新之内大概是8.25，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各位。用户高低跟地区不一样，有的是10块多，有的最高到14块多。那这样的，因为它的管线跟其他的这个营运成本的这个关系，那为了管线没有到的地方，宜花峰或者是其他有一些我们这个管线比较远处的，要装管线要花好几亿的地方，目前。我们在努力，就是说要找一家可以用活动式的，就是说不要管线的，用container来做。但是政府现在也原则上规定，目前已经有核准一家叫新兴瓦斯。那这个新兴瓦斯现在取得政府的许可执照，但是目前还是在各地在拜会各位。那我想这个要占用时间，因为这个可能是要这样子啊，在座的像我们副总会长也有交代我说，如果有这个机会，要让他知道，还有很多厂商都想要知道这个讯息，同时也有兴趣加入的话，我想在这里我呼吁所有的理监事，他们你们在各个理事会里头。啊，再来通知我们总会，那总会来做登记，啊，大概是在下个月，或者是最多是10月份，啊，这家公司会邀请大家来开会，啊，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加入，啊，详细情形我讲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啊，因为我们议程也蛮多的，哦，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这个做个报告，啊也。跟各位拜托啊，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去这个跟大家讲，
再利用这个会，大家在总会做登记，啊，有兴趣我就会通知你们，有登记到时候我就会通知大家，哦，大概这样子。啊，最后呢，我们预祝今天的这个会议成功，哦，谢谢。我们的罗副市长，哦，帮我们鼓励几句话，盼望明天。哦，大家好，首先大会主席这个徐主席哈，哦，还有我们理事长新理事长，还有我们创会的这个黄创会长哈，哦，还有我们前这个理事长这个郭理事长，还有我们这个最关心我们这个厂商的这个权益，还有我们地方发展事务的林代华经委员。哦，还有在座的这个我们的陈执行长，还有我们中央的许多部会的代表，哦，还有各位在座的这个各工业区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这个代表人，哦，大家好。好，这个首先代表高雄市政府，哦，欢迎我们这一届的这个第十一次里监事会议在高雄召开了，哦，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荣幸能够在这边来召开这样子一个里监事的一个会议。其实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工业区这个厂商联合总会在整个的这个设立过程当中，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与官方的对话的一个平台，哦，许多的政策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总会的反应，迅速到这个中央或地方的这样子一个事务的发展上。那同时中央跟地方的这个政策也能够借由总会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迅速的这个扩散到这个总会的这个相关的会员厂商，让各位能够很快的这个知道政府的美意，哦，政策的实行的速度跟效率就更快了，哦，跟各位报告一样，这个我今天我看到很多议题，哦，事实上有中央的有地方的，哦，那些涉及到我们地方的这个发展的业务。以高雄市，我们陈其迈当过行政院的一个副院长，一直到现在是这个高雄市的市长，他一直秉持着有政府会做事的精神，我们一定会盯，哦，把相关的事情的这个涉及到高雄市政府的这个业务，我们很快的就会来处理，哦，在此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我们一定会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个速度来为各位来做一个服务，哦。那当然其实这个很高兴这一次的这个大会能够来这边召开，其实我也跟各位报告，其实高雄市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台湾在扮演这个产业发展甚至外销一个重要的一个重镇，哦，各位从早期的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到轻工业甚至重工业的发展，那一直到高科技的发展，那这个部分高雄一直没有缺席。那未来的部分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会朝向几个地方的发展，我很快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样把这个产业在高雄的产业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那这涉及到的就是包括我们亚湾区怎么会变成一个 5G AIoT 一个智慧的一个产业园区，那这样一个产业区的带动，我们希望能够为高雄市的一个相关的产业相关的业者，甚至我们有意希望来吸纳各个这个在座的各位业者能够都投资高雄，我们会让各位在产业转型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完好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转型的团队为各位来做服务，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桥头坑园区里面厂在厂商的这个产，就是整个土地的准备度也会加速来进行，我们预计明年就可以让厂商预登记，到后年就可以厂商来做一个建厂的动作。那这样子一个园区，我们期望能够邀请各位在座的业者投资高雄，那我们会这个根据这个高这业者的需求，尽速加速我们的这个服务，希望能够把各位在台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高阶的产品以及这个高阶的这些制程技术能够落实在台湾，然后涉及在到高雄，我们会为这个各位的投资环境打造一个优良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品质。再来，我们是希望是说未来许多的一个工业区以及这个园区的开发能够加速来进行，所以像包括我们的这个仁武，哦，已经这个目前正在加速的办理，还有刚刚讲的桥头，那核发部分也已经这个招商完毕，哦，我们还有几个后续的计划在进行，当然配合着经济部未来产业园区的开发，包括冈山或者桥头部分也有相关的规划，所以各位要投资高雄，用地绝对不成问题，我们一定为各位服务到家。最后还是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能够在这边顺利的完成，啊，各位的与会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的生意兴隆，谢谢各位，谢谢。感谢我们今天主席徐理事长，还有大家都很紧张的那个徐理事长，哦，因为哦，我当初哦
赖博士、赖副理事长看你，我讲到底吼，我的前理事长是几岁啊？我才八十几岁啊，伊讲吼八十五岁啊吼。哇，我甲新加坡吼，你看伊咧思考代志，啊，伊咧做事，包括伊是做接做接，会使讲拢是一只哈总统。行政院长，吼，部长已经算第三、第四坎站啊，你敢知啊？吼，伊拢是安尼吼，直接拢甲咱直接咱大家全国啊，工业界的声音直接讲予咱的总统听，讲予咱的议员听。啊，伊个吼安尼，咱的会就是今仔来咱南部呢，伊是全国中部啊，有北部啊，有甚至来各分会，啊，伊拢爱听较够吼。所以我讲吼，第一我做一个晚会吼，我讲我做一个。怎么做一个晚会吼？看到伊吼啊，恁精神真好啊，一个新牧师吼，啊，就讲我做这个职位，啊，我就是爱替咱台湾经济发展，会使袂安怎出一个力。所以吼，先接着来，我先甲咱前理事长讲下拍拍下子。好，大家是啊，大家看到伊啊，我拢做感谢的吼，啊，来做敬佩。啊，当然今仔是阮南部吼，阮会土地讲吼，阮的徐理事长吼，徐正宇徐理事长。啊，也是真的是也南北奔波啊，所以伫阮吼即、這个当中啊，带话足侪咱南部毕竟北中南当中诶一寡产业界诶形态，毕竟也是无啥共款，所以徐理事长会使讲是我个人也好啊，我相信对市政府来讲也是足重要啊，是民间台湾啊政府当中相关政策调整，也是咧爱修改诶足好诶一个。啊，灵魂人物吼，所以啊，今仔来叫我对这两个长辈来领导南部甲全国，我表达我的敬意。啊，第二吼，就是啊，我的罗副市长吼，我看到伊来到，我拄仔刚问我的陈振文陈执行长，我讲咱到底是当时就任的啦吼，咱市政府吼补选了后吼，伊讲八月十号阮投票啦吼，啊，两礼拜来阮就就职啦。现在也不过才九月中哦，吼，差不多呗，我一个月啦，不到一个月哈。啊，我刚才听到我们罗副市长这样可以啊，细数我们高雄市啊，这个区内哈，在我们这个高雄市直辖内啊，不管工业园区以及整个产业啊，这个转型的主轴哈，我相信伊讲啊，内拢是重要重点中的重点。啊、所以我也个人非常的欣慰哈、哦，我感觉真好听你个勇气啊，住在高雄，我感觉哇，我找着一个哈，我当市长找着一个这么的副市长啦。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我针对以上两个长官吼的报告，我感觉足敬佩，啊，足欢喜。第三吼、哦，就是咱这个会的功能啦哈，我大多看看吼，真的是人讲承上启下，爱得病来讲。叫做承下启上，什么意思？咱这第一部分，咱这个会议手册的第一部分讲的，拢是咱中无工业界，尤其工业区内厂商的会诊的意见。哦，不管是热钢也好，哦，还是冰冰啊、水啊、电啦，哦，这个所有我们投资环境、水电、土地等等相关的问题，哦，甚至够做细节。都可以在这个党的在秦理事长领导之下，以及咱各北中南区吼，咱的召集的安尼传了之下，其实拢有真好一个会见吼。啊，因遮就是未来啊，伊要来甲咱啊总统府还是行政院长就接承接经济部来做协调。所以我讲吼，伊是承下，甲所有的厂商吼的意见，把它承接起来。启上是什么？是爱搞咱的政府吼，予伊安尼会使敢开工点干，什么意思？有当时吼，公务人员吼，拢在优秀的，但是有时候啦，在贴近我们民意上啊，还真需要我们这个会爱团结，各自团结。我们如果没有团结，因为应当拢会想讲咱做生意，赚钱的袂富啊，那够有时间要去。参即讲吼，咱的问题，咱产业的问题，啊，有时啊，甚至咱也惊讲，咱特地一个人讲，互人点名做集合，啊，所以咱透过这个会时阵就无同款啦。咱透过咱的工业区的总会，透过咱家己南部、中部、北部各工业区，大家共同讲出来的问题，
都是大家的问题啊。所以我说啊，这团结吼是不离啊重要，所以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团结力量，不管哦谁要选总统，谁要担任行政院长，都爱来搞咱的总会吼，一起各户回家都爱搞咱吼，还是爱搞咱签稿，我说这应该都不为过哈。所以我们的承下启上这个工作，也因为各位的团结力。啊，那吼，咱的主张当中吼，会使有这边看，好大家来做表示吼。所以这是我甲大家在会议的进展当中，代表表达啊，大家的团结啦，啊，会使讲会来促使，不只是对咱个人，对咱的家业区，对咱国家是百分之百正面的啊一个啊成就，诶一个发展。所以代表感谢大家的付出吼，尤其咱这李处长、李干事吼。大家都无起职啊，南北奔波啊，所以代表你先甲大家感谢啊，甚至吼，咱这是各工业区吼的领导啦吼，恁的代志是有当时吼，我看到阮大发工业区的林理事长，而且我上上紧的，我知我讲吼，你是正是叫做秘书长，兼是叫做董事长吼，几乎大大细项吼，阮家己也出啦，道路啦。啊，即、这个道路歹去啦吼，啊，也是讲迄、那个道，迄、那个像用交通拥挤啦吼，啊，都是爱找伊。包括阮家己苏宁的吼，工业区也很久了。我们徐理事长遐吼，伊做位是更加是感官，阮是甲台等神中。啊，这行业人讲讲，伊真正老有，但是伊接触也是贵的。规个咱家己出来吼，啊，着台等啊，这是一些电信啦、啊、的问题，电电。吼、哦，伊拢做爱吵，我讲吼，因大家秘书长吼是正是叫做秘书长吼，兼职啊叫做吼，即个董事长，所以这是我最后表达大家的付出的敬佩之意。啊，最后代表也是赶快一本初衷吼，代表即个晚会一本初衷，政府跟民间的桥梁，向各位咱作为意见领袖啊，三两个意见领袖来甲代表去呀，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心事事情，代表感谢，代表劳累哈，谢谢。感谢咱大会主席徐主席，啊，咱的秘书长秦理事长，以及咱啊罗副市长，以及咱创会那个黄理事长、钱理事长哈，啊，从眼睛拍片啊，咱林代表、林委员，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那个古秋江地下庄会，咱这李干事会员代表，大家老早大家好。嗯，好。大家欢迎，今仔日代表苏秋江苏院长，欢迎大家来到高雄来参与到这届的会员大会。啊，我想我伫十年前，我伫第一届做议员的时阵，我就甲咱秦理事长阿捌接触过，伊认真定一个优质的案。啊，委托我来去接协调会。啊，十年前在拍拼，十年后委员看到伊有着台湾的经济，啊，甲大家努力，而且有着台湾的产业变迁，要改革，啊，是讲要让咱的台湾经济更加好，继续而且努力。啊，咱看到咱台湾就是积极，啊，最用心做努力做拍拼啦，予咱会当讲台湾的精神，世界有名声吼。啊，即届嘛因为疫情的事件，啊，苏贞昌率领着咱有政府会做事的团队，对防疫阶段到我们的纾困，到目前现在我们的振兴阶段，都很感谢咱的秋乡的会安，啊，让咱台湾防疫的成效会当讲伫世界不但是真出名，啊，让大家各国的政府。拢会来仿效我们台湾政府的作为，啊，所以讲，咱以这段时间会当看到，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民间共同的努力，尤其是伫八月十五，咱高雄人啊较辛苦，一当选三届，啊，重新选出着咱新的市长，啊，新的市长过去中央，嘛担任过咱的行政院副院长。所以伊拢知影规划一堆，啊，所以邀请着咱罗达生罗副市长来做咱的台中市政府的副市长。大家知影，啊，中美贸易战之后，台美供应链的重组，加上咱的台商，也是世界各国比中国设厂的厂商，
啊，拢刷手来咱东南亚。过去咱台湾政府咧负责即块，比如咧媒体部分，过去伫经济部咱的罗大生啊罗处长咧负责即块，所以希望来救来，来甲其他县市政府讲歹势吼，规划拢甲救来啊吼，为着高雄的发展，我想罗大生罗处长会把高雄啊经济的发展啊特别第一位。啊，即嘛是讲咱新东山基卖市长咧表白个讲，伊袂去替高雄来拼经济。啊，尤其咱高雄啊有真济立委，啊，尤其是咱林代华林委员，伊个认真拍拼，伫高雄市讲伊第一名，无人敢讲第一名吼。啊，所以讲有较好个立委咧替咱首选咧服务，啊，有较好个市政府啊，甲咱中央政府、中央地方做伙来合作。我相信经济部咱的前个部长，即摆在做行政院副院长的沈龙金副院长讲的吼，台湾经济绝对再可以啊荣耀二十年。我嘛希望讲，咱各个中央甲地方的合作，让咱的台湾的经济会当更加好。啊，而且咱要欢迎大家来到高雄来举办一届的会员大会。把预祝咱即届会员大会顺利圆满成功，感谢大家，多谢。